早上的妈妈。哎，今天咋那么早就醒了？你在这儿动来动去的，我咋个睡嘛？哼，你睡你的噻，我坐的，我也没影响到你。嘿，把门儿关了噻。关啥子关？我等会还要进来的。啊！你不要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嘛！我给你打扫卫生，我还错了嗦，不然等到你给我打扫啊！哦，我就是你们家的佣人啊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哎呀，又不关门了！香芳，哎，郑香芳，哎，郑香芳啊，爪子嘛，你耳朵是聋的，喊你听不到啊！把早饭吃了再睡。寝室间的较量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被抓住了。你们小学，你好，我们是楼下寝室308的，你们能不能声音小一点？我们准备睡觉了，谢谢。我们根本就没动啊，我们动了吗？没动啊！你们听错了吧？哎，咋了呀？应该就是他们啊，奇怪的很啊。就是楼上在吵啊！来三年，楼上什么意思嘛？要解释吗？楼上啥意思嘛？那就都不要好。开门！有事吗，同学？你没事吧，大姐？几点了还这么吵？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啊？我都要神经衰弱了！明明是你们先开始吵的，还倒打一耙。我们就正常走路啊，正常作息呀、啊。而且你有证据吗？这是我刚刚录的，需要我放给你听吗？还是那个宿管阿姨嘛。那些急中生智的瞬间。上路啊，上路啊！哎呀，回不回啦？我他妈！思念到如今，你不要把那些学校上的东西给我带到家上来哈！差点就完蛋了，在家真的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辞。我操！记得好看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神戳戳的，哎呀，差点爆粗口。放假回家前，人生没人前，有事不要学，所有精神小伙儿全部听你。真水天黑路滑，这社会复杂，你往高处爬，那么就有小人来找茬。精神来自灵魂，不是动手伤人。气质来自豪横，但豪横不是敬老门。懂了噻，散会。放假回家后，一回到老家就觉得自己好洋气，这里都和我格格不入。哎，张芬，过年回家来了，你在南边上学是不是？初中同学还是老洋气啊，还是我洋气？哎呀，我好洋，我倒台哦。就是放假第一天，妈妈我饿了，好累，妈去给你把饭做。妈妈我渴了，好累，妈去给你烧水喝。妈妈我冷了，刚做的棉袄穿上吧。我是妈妈的小棉袄，妈妈的心窝窝。放假一周后，真是不错，现在跑起来打扫卫生，注意作业噻。看来做家务已经不能维系母女感情了。上厕所拿啥子手机？
打一个小时打铁了你咋房子好像端出来噻，要不然你追不住啊。你看你的房间哦，像个狗窝，狗都没干净了。你还有好久开学哦，快点滚回你学校，我直接看着你就烦。亲戚来团年，沙发坐到去干啥子啊？客人都没坐，你坐啥子坐？站到去干啥子？记得端菜噻，喊一下动一下。单给包一些。来吃饭了噻！哎，老板，我吃饭了。兄弟姐妹秀，来吃饭了，吃饭了噻。要喝酒的哈，坐那里哈。你们娃儿些坐那边更好。客人不要叫我。时间不早了。接了，接了。来来，我给你帮忙，你吃嘛。没得事的，我贴心啊。哎呀，没得事的，我来帮。哎呀妈，谢谢嫂嫂，谢谢嫂嫂。我都吃嘛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都吃，而且我还吃的多点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吃完了你要跟大家说一声噻，一点礼貌都不懂哦。你要说舅舅舅妈二哥，你们吃好喝好，我不吃了。舅舅，舅妈，二姑些哈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吃完了，你们吃好不好？看时间了，小宝。哎呀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你们吃，吃完了吗？吃完了玩吧。恭喜你发财。亲戚来团年，外面全是亲戚，我不想出房间。你坐到你房间了干啥子嘛？好见不得人啊，一点礼貌都没得。哎呀，这个娃儿越长大越不好意思啊。小宝啊，那次期末考试考咋样哦？还可以。耍男朋友没有？没有耍，肯定是耍了的。我肯定耍了男朋友的。待会儿来看会儿噻。说了没耍就没耍嘛。没有耍，你看说起来不好意思玩了。无语。这个小宝还多努力哈，过年再吃尊你。我们人家那回爬山是个大学生哦。我们那去玩贪耍的很哦。做不来装装样子。给熹妃娘娘请安。这句甄嬛好像要变身了。恭送熹妃娘娘回宫。娘娘，请吧。苏东红记得